大家好，我是麦克斯。小伙伴，你们这次期末考试评论区告诉我考了多少分，有没有人考了100分几百分的，你们这次期末考试考了多少分呀？我们今天小伙伴们随机打出两个数字，就是你的考试分数。就在我这个房间，哎，空调下有一包 CP， 看到没有，这是一包 CP， 是我捡到的，运气还可以吧。然后再看看，你说这里面这是一个什么，这后面会不会有卡包？哎我去，哎呦真的有哎，我这会不会掉下来呀？我真的掉了一包，运气真不错呀。哎这是什么呀？我这是一张 HR 的赛罗呀，我这个就帅了呀。那这是沙发，沙发里面有没有？哎真的有哎，我捡到一包荣耀。哎这下面还有一包，哇塞今天运气好多呀。小伙伴，你们暑假在干什么呢？你们在玩烟卡还是在找这些奥特曼卡片呢？好了小伙伴，告诉我你们考了多少分，想不想要这些卡片，想不想要？哇真的很帅啊。我们来拆卡吧，你们这一次期末考试考了多少分，评论区告诉我吧。我们暑假又是拆卡，来第一包吧。哇塞，好了，看看这包小马能抽什么好卡，来继续。一张 LSR， 哇塞还可以哦。来继续，哇一张黄金，还有幼儿 LGR。 好了小伙伴，咱们这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，拜拜。